大家好，这一各地摆的都没有菜，菜上只有叫这超市里面进了一件菜，我去看买些菜。豆卷，你要黄瓜不要？那不要黄瓜，要就盖着。嗯，你盖着。卖了60-70块钱菜，在这忙几天都不用吃。等到我晒太这是那沿海的发好的浇面，干嘛把面直接倒到地里，给地面打个鸡蛋，给地面再加一点菜籽油。这个面给地面都不加水，直接用浇面做，所以这个面叫粉刺加热面粉。面发量很大，这几天跟我娃都吃的呛菜、咸萝卜，这个跟我娃炒的几个菜吃油饼呀，茄菜、豆角、蘑菇、豆芽菜。妈妈，你帮他弄。给这豆角炒下水，蘑菇也倒进来，好了，没有了哈，露小块，没有了。给面边上再放些碱面，面菜的热水要四干碱，面拧了就四水碱。现在下水揉，把碱揉匀。小燕子的好好睡穿，我可是心心玩不好你。爷爷呢？楼上。这爷爷下。爷爷，下来，奶奶叫你上课。因为有个5-6成开始放油饼，
都还想吃。没有菜都可以吃，我菜都吃开。又熟又热，是吧？嗯。那是腰为活使的，这年岁不好。这不也是爷爷的功劳吗？哎呦，爷爷的功劳，爷爷上火上火，对。嗯，我娃是腰。我爸爸的椅子也拿来了。啊。有插头，用这插头，孩子上火呢。哎呀，我已经吃三个油饼了。三个了。吃两个。我这真疼！呀，关这个！哎呦，他给爷，给爷爷谁进的最后？奶奶，小奶，还给奶奶的啊！行，切，妈切，慢慢。哎呦，谢谢！哎呦，我为什么咬了一口？咬肚子咋？肚子知道。